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神奇的变色龙完成了！小朋友，你能说出它身上有哪些颜色吗？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神奇的变色龙完成了！小朋友，你能说出它身上有哪些颜色吗？
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哦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！哇，神奇的变色龙完成喽！小朋友，你能说出它身上有哪些颜色吗？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
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美丽的摩天轮完成了，一起来玩吧。